么鱼子酱烤鸭还挺好吃的。就外酥里嫩，很好吃。满满的一桌菜已经上了，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鱼子酱片皮啊，我先为你们尝一片啊，迫不及待了。这是鱼子酱，这是鸭子。太好吃了，群众的嘴巴还是真的。先吃一口啊，好吃吗？再尝尝这个椒盐鸭酱，也挺好吃的，但味道就是正常，没有这个这么惊艳。等我红了，我可以挑选十位粉丝朋友，请大家一起来吃。什么？我带给我妈妈的。什么？什么？我要给我妈妈的。妈妈不在上海。啊。